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要去买那个优酪乳。那优酪乳，我们刚刚讲了，它是一个天然的优酪乳，它是天然的，它是天然的，它是天然的。那优酪乳，我们刚刚选优酪乳，很多人都跟这位妈妈一样有这样的困扰。现在食安的问题，所以演变成说我买东西我都会看它的成分。那有些优酪乳，我就。 看的成分之后，我不晓得很多是我看不懂什么叫果胶，我就搞不太清楚。看看优酪乳包装上的成分，除了生乳和菌种，还会出现香料、色素和果胶这些东西，都是为了要增加口感。如果想要喝到相对原味的，就选配方越简单的越好。因为我们喝优酪乳，其实第一个就是要益生菌。那再来的部分，其实就是要蛋白质，还有钙含量的部分。那生乳的成分越高，其实代表我们摄取到的营养素或者是钙质的部分，它是越完整的。 挑选的时候会比较建议它的成分是越单纯越好。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，产品的成分表是依照含量多寡由高至低依序标示，成分比重越高的排在越前面。优酪乳当中的生乳来源大部分是来自台湾契约的酪农。如果想要喝到比较自然的优酪乳，挑选时记得看清楚产品成分表。记者钱如恒、郭玲倩台北采访报道。